耶！我们现在吃了饱饱的，就是要来一些有文艺气息的地方散散步。但是其实我来这边很多次，经过这边超多次，然后每次我想要来这边，我妈都拒绝。你说水里吗？水里的蛇窑。水里蛇窑。你知道是我妈拒绝吗？我妈以为里面都是蛇。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都被我妈洗脑，说里面都是蛇。所以我现在有点臭臭的，会不会随时有蛇跑出来？不会啦。哎，这里啊是台湾最古老、最传统的柴烧窑的地方。哦。对，还有保存。最以前的，而且这里啊，蛮喜欢的，有那个你等下可以做手拉胚，对，自己做手拉胚，然后也可以换汉服。我们来看一下蛇窑，这座就是蛇窑了，这一座长长的吗？哦，因为形状的关系，它是拿来烧陶瓷的，不是拿来养蛇的。哦，这很像以前那个哦，很像金门的那个壕沟哎。这有多少年了？民国16年到现在97了。97年的历史了。然后这个里面会点火吗？还是？火方就是窑手会投入木头去烧，然后就会串到后面了。听说你们会在蛇窑附近烘衣服啊，对，然后吹头发啊。吹头发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外面假设是梅雨季会下雨，对，它的窑身上其实它在烧炉就上热炉，哦，可以在上面晒衣服啊什么之类 ，OK。太好玩了吧，这里有很多可以体验的。哎，这边算是大开眼界啊。对啊，而且你不觉得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很经典吗？还蛮不错的，很经就跟哎我脚上的鞋一样经典。行程经典，哎，你怎么也跟我穿一样的？我们今天不是穿情侣装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穿情侣装？天菜装。对，天菜都穿的，对。而且其实来南投啊，穿这种凹豆装其实蛮适合的。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定成是我们的天菜服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以后都穿当做制服用，当做制服。其实我穿起来，我也想说它可能很硬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其实你男生啊，其实你想要，因为男生走就是我们其实走路走久了脚会胀，然后我觉得挑选鞋子的方式，你可以。大半号哦，让里面空间大一点，然后其实它穿起来其实就蛮舒服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的学长有一双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像很帅。难道我现在就是那个学长吗？我就偷偷跟他买了情侣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没想到，但发现就是学校里还蛮多人有的。对，哎，我们学生时代太经典了，好流行这个鞋哦。对，现在也是很流行。以前的穿搭，你穿垮一点裤子，或者穿短裤啊什么的都很好。短裤啊，配一个袜子啊，其实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就没想到从以前，然后到一直到现在，就经典不换。就到现在穿还是觉得哇，好看吧。而且我好喜欢他们家的大衣设计，他们家大衣设计这样随便配起来都很好看，是吧？而且你看我里面又多加了一个白 T， 对，就有个层次在，我就觉得哎，很好看，有不同的感觉，有错，有错，打我肚子。我自己是搭了一个小包包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外景有时候会装一些东西啊，你看像是一些袜子啊，就会装在里面，因为哎，这个靴子搭白袜也很好看，干嘛？这新的啦。这是新的啦，新的啦，新的啦，因为我自己也会就是搭白袜在里面，就是也都很好，很百搭。对，如果你今天穿白袜也蛮好看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刚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南投，然后南投其实还蛮容易下雨的。我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如果今天有下一点小雨，哎，我们也不怕。对，因为这个鞋子是防水的。以前就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之前大学都骑摩托车上学，对。然后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也觉得哇，帅吧，就是有落一点小雨什么的都不用担心。哎，穿这种鞋，看到水就是一定要给它冲下去。来人啊，我是防水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不论像我们一样，很多人会在假日的时候出游。对啊，在城市里面也很适合的一双靴子。对，而且但是其实你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刚看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，对，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什么东西，就是换汉服。换汉服？对，我不想换哎。我想要穿这样，你可以保留住这个鞋子。没事，我们把那个汉服换完之后啊，我觉得你一定会惊艳。惊艳完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换回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就穿着经典。这个 CP 装一定要一直维持着。好，我们去换汉服。OK， 好。这边的颐和园在哪里啊？啊，姑娘。你是这边的青楼小姐吧？我不是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名花有主，小姐别走！救我！我等不及救我！龙师傅，臣妾无法。脱掉你的衣服，拥入我的怀抱。没有办法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这条绳子。啊，对不起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逃走。山寨夫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了，这边给你介绍。好累哦。好累啊。好累哦。我们走吧，要去哪一间青楼？娟姐不要。不是。娟姐，你就是那一位青楼的当家花旦吧？没错。走，跟我走。哎，不是，这里换一下汉服好有 feel 哦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这边的汉服质感非常的好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啊，上面有超多选择的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每一件都觉得很漂亮，然后每一件都很符合这里。而且这边算是全台湾质感最好的汉服店。对，而且如果你有多一点时间的话，它其实还可以帮你用发型。对，它可以帮你整个编发，然后装像非常多的发饰。你好，我哪里有好看不？水加烟刀，加烟刀。我觉得来这边的那个游客们，他们都是大，就是大家可以来这边住一下。对啊，而且体验时间是两个小时。你换好之后才开始接触。那蛇窑呢？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，就是你看这边有一个921的赈灾纪念碑。那其实我后面这个呢，它非常的有纪念意义，它算是金氏世界纪录以来第一高的陶制品，然后它是为了要纪念921大地震。水底蛇窑真的还不错，大家有空真的一定要来这边逛一下。旁边就是日月潭了。对，而且现在时间来的刚刚好，可以看到夕阳。而且呢，我们要住的饭店，我跟你讲，厉害了，天菜等级喽。对，它呢是日月潭目前最新，现在还在试营运哦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抢先开箱，没错，还没有正式营运的，就是丽丽温德姆。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去那边泡温泉，听说是每一个房间都有温泉池，好棒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丽丽温德姆啊，是美国温德姆集团在台湾第一个地下型的酒店。听到地下型就知道有温泉可以泡，然后一定有很多亲子的东西可以玩。哎，看到了这里，日月潭最新的饭店。从这边下去啊，就是老街，然后从这边一直走，一直走就会到码头。其实看得到，你看。哇，好近哦！哇，好奢华哦！它就是有一种很 new 的味道。它是五星的饭店哦，大厅超大的，很新哎，好漂亮哦！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今天有订两间房间，没错，谢谢。已经分配好了，两间房型都是一样的，随便挑的，所以在这里入住，不管什么样的房型都有温泉。对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什么房间都可以。那是泳池，对不对？泳池的话，没有啦，泳池是这边啦。你看它有 OK， 它有汤屋哦，所以汤屋是如果没有入住也可以使用的哦。你看这个地毯有够新，而且好漂亮，有点像走在日月潭湖上的感觉。而且上面的，比如说门牌或门饰，都是秦老师。哦，有哎，有少族的元素，好漂亮哦。那就先看你的来了，我的房间欢迎。哇哇，哎，你这间好大哦！哎，我好喜欢它采光哦，一进来就有很舒适、很明亮的灯光。他刚刚说有一间是双人房，有一间是家庭房，想必我的应该是家庭房。这间这个，哎，你要干嘛？这是我房间哎！哎，天哪！喂，哇，你这个view无敌耶！我这是一个阳台吗 ？Oh my god！ 好漂亮哦！你知道啊？你知道我住你对面吗？我知道。所以我等一下打开窗就是面对山。没有啦，因为湖很大，你一样看得到啦。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大概看到那个脚。那你来我阳台给你睡啊？你睡我阳台，你要多少？你要多少湖景都给你看啊？这里是看一下啊，传说中的双泡汤池。它是冷热交替的，嗯，他们就是会透过这样的。比较给空哦，对啊，你看这边是温泉池，而且你在泡温泉的时候一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。天哪，对耶，嗯，这间房也太厉害了吧！听说这个池叫日月池，对，它叫日月池，就刚好是那个日月潭，然后一大一小日月池。哎，这个马桶很赞哎，你看，你的马桶的景也很漂亮哎，真的哎，真的 ，Go for it， 给我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得到，这太夸张了啦！
好棒哦！在这边上厕所都不会便秘，而且你上完之后，我还可以这样手动帮你冲水。真的不要！我可以帮你洗屁股，我屁股会湿掉。对，你看我的房间呢，这里也有一面很大的。人家是电动的，我这个市井小民这里，人家是电动的，打开电动的，睡哦。那你可以去你房间了。好了，去吧。哦哦，好了，我满足了。哦，我真的满足了，我真的满足了。哎，我这边的 view 也是很好哎，虽然比较小间一点。你的是一大床的房型。对，一大床，一大床，一大床的房型。然后呢，打开你看，我就说你这里也看得到啊，干嘛那么担心？哦，这边这个也是很棒哎。对嘛？对。而且你的阳台是不是也更大？对，我的阳台就是更直。它阳台更大哎。哇，好棒！而且我觉得check in完三点之后，把行李放完，然后买一点东西上来，坐在这边下午茶，然后看这湖景，然后等着夕阳。而且还有星星哦。无敌耶，真的无敌耶！我去看一下你的泡汤池。好。你的 view 很好哎。你的很赞，我看看，帮你开。哎，我这些也是很厉害哎。这可以打，我来测试一下哦。哦，可以哦。哎，可以哦，这个我喜欢它这个水量，这个水量很可以哦。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汤，感觉就是舒服。然后现在，刚刚看到那个日月潭，现在已经天黑了，可以看吗？哎，其实还看得到的，还看得到。有不休息的，你怎么进我房间的？你怎么？我帮你泡了一池，真的吗？帮你泡了一缸水。哇，来了。哎，但我觉得你泡久之后你要过来一下，好爽哦！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啊有稍微试一下这个感觉，但我觉得我只敢脚进去了。厉害吧？哇！你在吃哪一个？哇！哎，龙虾汤面吗？龙虾汤面。哦，你知道它那个龙虾？你看它一开始，它只有给我们虾身，对不对？哦。你猜它虾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个汤里面。不得了。浓浓的。超浓的。哦，我觉得龙虾汤面可以再续碗。可以啊。因为它这个面上面全部都吸附了，对对对对，水里意面，水里意面，它这个面上面全部都吸附了那个龙虾的那个虾膏，对，哇，好浓郁哦，嗯，它的汤感觉它肉质好扎实啊，这个牛排感觉就很厉害，他说是五分熟，谢谢，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是黑海盐，黑盐，黑盐，哎，这样吃很大胆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放任何的吃的酱，就很考验这个肉 juicy 不 juicy， 对。甜哦，嗯嗯，那黑盐把它的甜度又再拉高了，有哎，很鲜。当你觉得很甜的时候，那个盐的味道就突然跑出来，然后那个肉的那个甜味又再更升华。当你觉得很甜的时候，你就看一下我，就不觉得它甜。我刚刚在泡澡的时候真的看太多了，所以我现在有点食之无味啊。哎，它这个牛肉汤。它这牛肉汤跟我们平常喝的台牛肉汤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这个是要炖的，对，它是要炖的。要炖的。哦。它还有这种哦，鱼皮汤，台南系的好友们，这里牛肉汤、鱼皮汤。嗯，但是它跟一般的要炖又完全的不一样。真的。嗯。很重口味吗？还是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哎，
而且还有胡椒，因为我刚刚加胡椒。对，你自己加的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加胡椒蛮好的，有点它变成有点肉骨茶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肉骨茶的感觉。这牛肉也是越嚼越甜。而且它筋，它虽然上面有筋的部分，但是筋的部分完全不会让你就是卡到牙齿啊什么的。我贵吗？我需要一点广式蒸笼车的港点咧。广式蒸笼的港点。哦。好啊好啊。好啊。哇哦。特别介绍。凤爪。凤爪。谢谢，唔该晒。系。好啊。蒸蛋。凤爪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哦，好可爱，哦，你看这个凤爪，哦，好端哦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哦，这个凤爪厉害啦，凤爪厉害，厉害啦，好犀利，真的好犀利啊，系唔系啊？试一下，用含的就好啦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而且它那个辣度刚刚好啊，真的，好食。好吃哦，好吃哦。